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97面，倒算第三行。你为上首，这个看起，表以上这人正事，为会中无量无边，以是来集至在家菩萨中之上首啊。故会所及真解义，第一我言文殊，正是释迦会中的上首。故故两大师总列会中一切菩萨。文经经列的都是声闻众，以五尊大阿罗汉为代表，刷落来的列菩萨众，这个菩萨列三位。在家菩萨有16位，这个16净师，因代表这个大会，甲平常发挥无同啊，这是普度的发挥，平常的发挥度众生有伊的动机者，这个法门无一个啊，唔是动机的。相对于顶格下至第一个众生，凡一咧包括了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。特别是六道凡夫啊，主要的对象，教化接引的对象，所以确确啊实实参加无悔大众，无量无边。一时来接，文殊普贤，这是本书释迦牟尼发挥当中的上首，也因代表世尊发挥当中的。一切菩萨，弥勒是当来现界成佛诸菩萨之上首，当然以代表是现界成佛。第三，现佛顶16净师是会中居家菩萨之上首，这是在家中。在家的顶格菩萨，这个讲法呢，真正凸显，也故不猜净雅之说，净雅大师伊也甲文殊普贤。
你用碟演讲生活菩萨之中，意思都无只完咯。这个讲啊真圆满，讲啊真周到啊。过来看下面的一大段，一大段咧，咱学习的所在非常的多啊，讲叹、赞叹无慧菩萨的啊大德，普赞实德，这个啊，有四个小段，第一段建议。德尊普贤，那这句非常非常重要啊！含恭遵守普贤大师之德啊！本品对含恭遵守起呢，一直到这品的尾后，不可思议，该是赞叹。普贤大师及会中一切菩萨之德，这就是咱应当爱啊学习的。大师者，即菩萨，都是大道心的有情众生啊，师为师父，大者呢？头前啊，解释的啊，大道心之大，所以唔免再加讲。本经会中，以普贤菩萨为一切菩萨之上首。有呢，文殊啊，弥勒、莲花等出家在家菩萨，即十方来回。无量无边际诸大菩萨，皆是尊贤普贤大师之德。这个就是讲，菩萨无一个啊未修普贤行呢，就像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，不修普贤行，不能。完成佛道，都是未当去啊，证到妙家果位。但为什么呢？这个道理咱知影，伊的心不是大菩提心。那只有普贤菩萨的这个心是大菩提心，圆满的大菩提心。延寿国师梦见梵王观顶面的三种周边。这就是普贤菩萨的心，第一个就是周遍法界，起心动念周遍法界，即法都未老去啊！遍法界啊，虚空界内面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拢把包括。那出生无尽，这是在讲德用。那周边法界是在讲信息，第三个是在讲心量。阿明空有，阿明空有，就是咱平常所讲的，金宝太虚，两周三界。这就是啊，真正
究竟圆满的佛果。那顶到菩萨也无圆满，妙觉为真正的圆满咯。啊，普贤菩萨是圆圆满满的金宝太虚两洲三界啊。那所以菩萨拢爱向普贤菩萨学习。那普最后一品无始无明的习气，回归上一光，证着妙觉故位，这就是啊，究竟圆满了。华严成为经王，经中之王，也都是第二十愿啦。这个十愿下面也出来了。普贤大师来华严中注，以智德啊，知识达到究竟圆满，伊个这个智德其实就是性德，这个性德啊，都是十大愿王都归极乐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为大师十种功大行愿，一者礼敬诸佛啊，普贤的礼敬一般人做未到啊，一粒丁沙，咱敢做会到？一支啊，门根，咱的啊，心粗，啊，所以平常啊，想袂到，想袂到。都要老去咯，咱会想到父母尊重就真袂歹咯。啊，比咱较有下这个人，父辈人，会当拢总包括都袂歹啦。大乘菩萨戒经里面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菩萨戒经啊，请问修习菩萨戒的人，但应该啊，这条戒都爱遵守咯。伊是毋是会甲这个一切男人看作是父辈呢？一切女人看作是老母呢？那安尼孝养父母呢？做袂到啊！对于家己父母嘛，无一定会尽孝，何况对别人啊？对于这个所在，就知影讲，普贤行是无容易修的啊。华严经啊，顶面明白甲咱讲，普贤行是甚么款人修的？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因修的，
啊，至善恭敬对这个出生的。那话就过讲，发生大事以下，至善恭敬拢嘛无。但因的心量，哎呀，都是大圣经上定咧讲的，爱言心啊，我介意，我对伊都有慈悲，都有礼敬。啊，我那是无介意，也都无咯。第二个众生言心，这心量大咯，这根显灵啊。伊会当啊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世间的啊，圣人，怜悯爱物啦、啊。第四句来对讲，凡是人皆是爱啊，啊嘛无容易去做到。啊，尧舜互通啊。就讲孔明，因做会到啊，世间的贤人君子做未到啊。啊，佛就更加免讲咯。为什么？佛是以无我为基础。你看，大乘初信为小乘初果呢？你一定都爱呀，破见血，见血第一个就是心见。每个在啊，执着这个心是我。啊，边见。登落，偏见是对立吗？啊，六道来对众生，无一个不是对立的。啊，飞上飞飞上天的天人，虽然无身体，也有五级啊。伊也是好烦恼，唔是长烦恼，所以也地位真高，神通广大，比袂着苏德元。为什么苏德元长咯？那飞上飞飞上天林，因是定功好烦恼，无增。差别在这里啊！啊，初果长了，啊，四果阿罗汉呢，将思想嘛长尽。思想是什么？归纳起来来讲呢，贪嗔痴慢疑呀。思想在这五大类啊，真长了。真正是无咯，这是阿罗汉啊，也阿罗汉也够有习气啊，贪嗔痴慢疑真正无咯，有习气，习气那等都是啊辟支佛，伊得有升一级咯，所以辟支佛连见思烦恼习气都拢无。那见天都是啊，心见、病见、见初见、盖初见、下见，这让来怎样？
所以真修行是咧修什么咧？就修这个呀、啊。在想想啊当中，做事太认真，无学什么？学未执着，学未分别。大生学的是不执着无我。对啊，下己为邻，念念是想别人，无想着家己。家己啊，伫别人人来对做伙，啊，你心中就扩大了，啊，无自私这念头咯。那起心动念，都是为着一切众生设想啊，这叫做啊真修行。起心动念也是咧为家己啊，这都是凡夫啊，这不是圣人啊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啊最幸运的，一生反省动机土。啊，那是心坚啊，破落。五种见性啊，破落伊啊，都是殊多缘。殊多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生方便有土。这个啊，都是理性行文啊，严格。别教啊，三贤菩萨也因往生是方便土。那都是见书登罗丁沙啊登罗，那东基托完全拢无登，啊，所以家己一定爱啊明了，明了了安怎力尽上游？那咱是安怎要执着这个呢？为什么唔肯放下呢？这一个放下。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马上就提升了。还是唔止讲有人会当啊做到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啊，看到外面的色相，立刻就知影讲，动体即空，了不可得啦。大把这经上所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定。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你那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是不脱？那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。那这个很好。什么叫功夫千钦？千钦就在这所在。不起心不动的人，功夫浅。那意思三辈当中，上辈往生的。那有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这是啊，方便土。啊，三行菩萨的境界啊，一片烦恼都拢无当，见血八十八品啊，诸血八十一品啊，一品都无当啊。但是一句佛号都会当压掉的，这是功夫，这叫佛珠啊。福端不是真长，福珠伊未起作用，念念拢嘛是啊，阿弥陀佛，和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念念相继，唔通有帮个念头掺杂入来。这就叫功夫成片啦，功夫成片是决定来得生。比如说不净啊，利用性啊，功夫性片也有高品呢。
那上三品呢？啊，上上品啊，上中品，上下品。那咱有理由相信永生自在。伊啊，想要什么时阵去就什么时阵去，想加老几年啊，就无问题啊。功夫成片的上三品啊，呀，咱就会问讲，伊啊，为什么要留伫这世间呢？无你去到往生呢？留伫这世间，有留伫这世间付出啊。在这个世间提升较紧，到极乐世界提升就慢了。但因为极乐世界无业缘、无障碍，即地有业缘、有善缘、有障碍。障碍呐，关关会通过，所以啊速度紧。啊，伊就是讲，经教内底也有讲。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也计伫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。这是比如讲的，就是迄地无障难，即地有障难，障难啊，障未掉的啊，关关拢通过，这就是六波罗蜜的功德啦。我系苏清洲啊。呀，马修副作用，那讲这重担通未过，往往在对路啊。所以啊，有利有弊啊。那利弊是得人啊，家己啊。去选择的，啊，亲像宋朝的英科法师，伊有十年的寿命，伊无爱了。你去求往生，为什么呢？伊家己知影，伊家己无能力。是啊，一切经验当中未受干扰，伊无这能力。那肯定会和外面境界有些，是啊，不如就早一天来往生。这个决定是对的啊。哪讲有能力啊？看破了，根本都无在乎这个，拢总是梦。拢总是假，啊！即地有即个经历好啊，顺境逆境啊，善言恶言，伫即地磨练你，愈磨你的智慧，就会重啊，烦恼就会轻啊。这就是啊，修这功德叫积功累德，也比极乐世界修行紧呀。噶这句佛号完全将握住，除这句佛号以外，什么都拢无。那有这个能力，那这世界做的时间愈长愈好啊！为什么？你往生的时阵品位高啊，叫做世界无这款的境界来磨练你，
即个啊，你是会堪你啊考验的啊，真正是啊，大凡哦，首先即讲啊，雷定显然绝对无贪婪的心，无这念头，恶言啊，无万分的心。啊！伫这所在，逐工咧修什么？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觉是智慧。对外面坐人事物，看个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！啊，上有成空啊，自有啊利空啊。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，你变怎呢？三轮体空啊，断恶无这个啊，断恶的相，不执着断恶的相，修仙的不执着修仙的相，答应清净啊，平等觉这个心。去断恶修仙，啊，就对了。这就是啊，真实功德啊。第一个呢，已经诸佛啊，知影讲。所以说世间一切现象拢嘛是诸性所生所现的啊。啊，相都是性，性都是相，性相不离啊。啊，性啊是分啦。啊，所以才会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一切众生是公义的公法，一切法皆是众缘符合而生起的这个现象。物质现象是众生啊，念头现象啊是众生啊，啊自然的现象嘛是众缘符合而生，这叫众生。众生这两理解，所有一切现象拢包括之因咯。也用现在这个科学的事物来讲，有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真实能量、众缘合合理性。那佛法来对讲呢，阿赖耶三世相。应该上、转上、业上，众缘合合而生的，拢叫做众生。啊，都一个众生，不是诸生呢？诸生都是佛啦。啊，所以啊，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。那有情众生啊，是佛。无情的众生嘛是佛，华严经上讲：“情有无情，当愿种地呀，还是愿不愿？一切种地都是佛地，就是一切种地。但无情众生啊，嘛是一切种地，这就说明了所有物质，咱第一买的时阵都该。”叫做受想行识，感悟的时阵，都开始合作见闻觉知呀。那今仔日科学发现的微中子，这物质上介细啊，就是佛所讲的极微之微，你有见闻觉知。也都是咱伫咧讲个受想行识，
所以咱的起心动念，伊知影。那伊会看，会听。啊，亲像宦官关定明讲的，啊，所以物质，伊会啊，完完满满的啊，收到变化界虚空界信息，因为啊，所有这现象啊，这三种的现象，都是物质的信息啊、能量，这科学名词。啊，这三种现象，拢总拢是属于1600条分之1秒的频率的波动。这个波动的时阵，无一个这个现象啊，收未到，伊拢总收到啊。那是收到了，也去变化。这都是境随心转啊。变化不在咱眼前，可能在别个星球顶面啊，在别个世界上，咱唔知伫个倒位，干我的人会知影。呀、啊，咱想叫做世界，咱啊念阿弥陀佛，咱这念头肯定伫西方叫做世界起作用。最明显的作用啊，就是讲你这类莲花不断的成长，花愈来愈大，光彩愈来愈水啊！这就是咱的念头影响的。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这类莲花经济啊，咱这个念头呢，就是啊。莲花生长的这个重要一个缘，啊，无然这个缘，莲花是未生长的。咱该去学暗行法门，无念佛咯，啊，这个莲花就会打起来，就无咯，消失去咯。啊，耐心啊，后世啊，过拄到这个佛法，过拄到这个法门，啊，咱过念佛。啊，莲花蝶这部蝶又个生出来啊！在西方叫做世界，看到有生有灭的都是莲花呢。除此以外，一切法不生不灭啊！所以啊，咱啊，这地的起心动念嘛，跟叫做世界是有关系。啊，这件代志咧，叫做世界，所有一切菩萨啦、啊，拢嘛知影。啊，你。达工啊，成长啊，因看到心内欢喜咯。哎呀，阁有一个人要来叫到世界来咯。啊，你那退休的时阵也摇头，你看阁拄到这个障碍咯，你会打去咯。啊，起心嘛，这个无一定的什么所在起作用。咱若想着地界，可能是不世界地界有变化了，也可能以他方世界，唔知是倒一种或者世界地界嘅内对，甲咱啊来感应咯，咱家己唔知呀，家己嘅心太粗咯，这个念太迷失咯。速度太紧啦！那科学家这个报告对咱真正是有真正多启示啊！啊，咱若无悟出道理，看到因的报告，真容易就会切入这个境界。啊，最重要就是心量爱拓开。含量空有，为什么含量空有的是咱自性原本的心量啊？
啊，每一个众生的心量都是这么大，连一个米丁，一个米丁里面伊也会当包容整个虚空法界，咱拢无法相信。啊，普贤菩萨会在弥陀法界来对，啊，去礼佛啦，去听法啦。这个弥陀来对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啊，弥陀法界来对，干嘛有弥陀？迄弥陀来对也有法界无？顶顶无尽呢。这科学无办法体会啊！啊，由此知影，科学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！这个啊，顶顶无尽，你一点啊办法都无。这个就是诸圣的性德，诸圣本有。一切人都嘛有，那一切这个境界已经庄严都有啊，茫谈到遐有，茫谈到遐因的生活环境的当中，拢做拢苦着。这咱无法做想象的，每一个众生的心量呢，啊，拢嘛是啊，变化界与空界，那没咯，没咯，都唔是讲有损失啊，只是唔知影呢。所以啊，心量会变啊，这样水。所以到连一个人都未当包容啊！那梵文观顶面这三种周边攻击啊，太好了！这是性德圆满的啊！天贤啊，伊是事实，伊毋是幻想。那不管咱是迷信我呢，伊拢存在，伊拢无需要改变。甲我呢，另外作用，迷起迷的作用，迷的作用就是啊，是法界六道。啊，各个作用都是诸佛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感悟的心叫不心，每一时都嘛是不心，也不心。啊，感悟的时阵不心是智慧不心，是叫觉不心。觉不心跟自性完全相应。没有不生跟阿赖耶相应，啊，所以咱今仔日日子来对真多，这些麻烦，阿赖耶有局限性的呀。无智现象是阿赖耶的，精神现象嘛是阿赖耶的呀，阿赖耶见分，物质那是阿赖耶相分，啊，自然现象啊是阿赖耶业相。也依美啊，比我不离啊，大乘教来对讲较清楚，讲较明白啊。那所以礼敬诸佛即来对这含义，深广啊，无量无边，没有穷尽啊。
啊，都看咱家己啊，这个心是不是发得出来？真正是把这个诸法啊实相看清楚、看明白，心量啊拓开，你已经诸佛真正足够了。啊，在这个现象里面无分别咯。无执着咯，最关的啦，根本啊都无起心动念。啊，咱现在迷啊，你想迷个真深真深，家己袂当我们知。啊，怎样呢？咱这想要挣扎，要突破这个迷梦，啊，今仔日咱啊拄到最殊胜的法门，这个法门就是用这句名号啊。把咱的贪嗔痴慢疑，佮加着五种的见识，改拢转去，自心一处，自心佛号啊！那对这个佛号闹怀疑都没办法咯。那听说要有别的法门比这更好的，也以用这法门去作用啊，是不是去作用完全在信心？有十分的信心，伊都有十分作用；那有万分信心，伊都有万分的作用。完全就是看你有偌侪信心。因公大师讲咧，一份圣经得到一份利益，十份圣经得到十分利益，百分圣经得到百分的利益，你有几分的圣经呢？一个有怀疑圣经拢嘛无去咯，那圣经心完全破坏咯。啊，要安怎才袂疑呢？迄个要创清楚，无创清楚，无可能无怀疑的啊。创清楚啊，警告啊，就是真重要咯。所以世尊啊，四十九年啊，讲经教学，为什么帮助咱啊普遍开悟？都为着这个啊。那上上君啊，甲下下君的人上介乎多。上上君啊，一文千五，伊袂怀疑咯。呀，下下君啊，这是无耻啊！伊啊，无想要怎样啦？你该安怎做，伊就老实做。为什么安尼做，伊是无这念头？啊，这就是啊，伊啊思维未够的所在啊，伊啊就是一味老实。啊，念这三年五冬，伊成功咯。啊，三年五冬念落来咧。甲伊啊，继续成长，这个啊功德连着咯。啊，咱想这个布丁西迄人，对韩法师一个讲，伊就会接受。
伊啊，也都无怀疑，都一句好好念到底啊！这是什么？积极行动也把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！这一生当中，虽然我无缘、无读书、无好的环境，去艰苦的日子，一日听到这法门，马上接受。那宿舍诶，这个呀、啊，善根福德的因缘，加持呀，也坚信不疑。这什么相信老师啊？那甚至老师不如意啊，老师的信心也不也坚强啊。也相信这老师一点啊怀疑都无，伊得到圆满功德，得到是圆满的利益，不一定是都爱老师啊，安怎无需要啊？那嘛是信心。那中国古人有所谓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就是讲这个啊意思啦。学生交给老师啊，这是啊教育的成就。要那是讲啊所教的这个学生，甲家己是同款，无得出。这就无成就啊，这无算什么啊。但下面的一代啊，超级家己，这就是啊，这功德啊。一代比一代的殊胜，这是进步的现象。啊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啊，这就是退步的现象啊。在经过佛法的僧团来对。出现进退差定啊，这是讲未当唔知影的啊。但学生交给老师啊，这是老师的功营呢。老师教他成功，学生不如老师，这是老师教他失败啊。啊，老师要去倒位找学生呢？难。你老师有甲我讲过，学生找老师无容易啊。老师要找一个真正传法的学生，更加困难，比学生找老师更加难。要去倒位去找，这代志啊，缘分可遇不可求啊。你要去倒去求？那古早时有较多，为什么？家教的基础好啊。两百年前的人，知影胎教的人较多，真普遍。读书的人拢知影。啊，所以圣贤做的成就的人做的啊，这两百年所获啊，就像今仔大福大的这个骨魄啊，佮骨落去就无去咯。咱今仔最担心的唔是别项，就惊讲以后拢无去断去咯。啊，佛菩萨出世来拯救，嘛哎呀，几百年功夫啊！为什么整个世界拢唔相信咯？你们安怎？
我菩萨来嘛，未救你咯。你传一个两个啊，这法无断绝，都已经非常的难得咯。一定爱知影，人真正回头，知影人断恶修善，知影人积功累德，就爱积几落代啊，人慢慢才有福咯。这个时阵，菩萨来起作用。达摩祖师将禅传来到中国，五代以后才起作用呢。对于传一个人，五代单传呢、老师只传一个呀、到第六代就开花结果咯。林大师传了43个人，这43个人过颠转相传的，什么风气普遍到全国，真正是影响了1000年，跟世尊所讲的同款呢。中华师级禅定成就，末法师级净土成就，现在是末法师级啊。现在人有禅，无遐耐心，心浮气躁，要安怎参禅？想起来清净心，只有净土成就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。净土来对这心一处，这一处就是阿弥陀佛，容易接受。容易成功啊！所以你已经学未到呢不灵不学，对人总都哎呀有几分的心意呀、敬意呀，安尼就好。那对人藐视、轻慢啊。这个态度都唔好咯，这个态度甲普贤行愿啊是啊相违背。普贤行愿啊，都是圆满的圣德。你的心态甲圣德啊是相背，这成就的困难，这会造成障碍。东西都爱顺，顺就是万分之一利，但是我总是顺，我无违背，这个真难得啊！你家己修下功夫，是不是讲有成长？别人唔知影，你家己知影，对倒去看呢？对人慢慢真正有几分心意咯，呀，10年、20年，家己会知影讲，我现在大概有一个10分的心意，20分的心意咯。距离100分也阁是真远的，会有10分、20分就决定得心。那也有这个2、3分呢，你在那入门啊，2、3分的生意都拢无，你袂当入门啊。永远都爱记着，应做这话，一份圣经，一份利益，2份圣经是2份利益，
无圣经都无利益，你得袂着。啊，我有功绩，新修噶慧能大师的代志啊。我用比如讲咧，新秀对老师啊有百分的这个心境，对啊所修学的法门有百分心境，伊得到百分利益。林大师是有万分心境啊，伊啊。得到万分利益啊！那我做是见性的人，也明了啊。这话应该传给啥人？这对圣经来讲的啊，那圣经对这个生，对智慧生的，啊，五万对这个生，五万是对烦恼来对生的啊。伊不是圣德啊。啊，所以礼敬诸佛是普贤菩萨教咱学心经的啊。第二呢，称赞如来，你看礼敬啊，用诸佛称赞啊，是用如来。意思是无同啊，诸佛是对圣上讲的，如来也是对圣上讲的。啊，相无分别，所谓法相，咱拢爱啊以清净心、恭敬心对待。啊，对于表现的心境，但是称赞呢？称赞袂当按你讲啊，称赞爱有分别的。一些仙呢，都该称赞；不仙呢，是袂使称赞呐。那伊那是从自私自利去从名闻利用，咱那么称赞伊，大家拢该学，那就学错了。啊，礼敬是无分别，伊啊是善人，咱恭敬伊；伊是恶人，咱嘛恭敬伊，啊，无差别的，称赞是有差别的。伊做的是好事，人家性德相应的都该赞叹，该性德相违背，阿咱就袂该赞叹啊，现在同志五十三参内面表演给咱看呀，啊，五十三位贤弟些，婆罗门。圣列婆罗门有七啊，甘罗希王啊，真慧。话说弥陀路啊是这基督代表啊，这贪爱、贪欲啊，现在同住啊去个参访这三位贤弟先。有礼敬，无赞叹。
这个榜样啊，互咱看的啊。那有礼敬啊，有敬仰，无赞叹啊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因这人拢嘛是伫咧啊积功啊累德，伊是对富民来教呀。哦，你对遮来觉悟精神啊，又过是菩萨是会用你啊，菩萨了解啊，凡夫袂用你啊。反正是要在哪一对啊？啊，真正跟伊学，啊就，啊就大错特错咯。啊，这三位贤弟是，是上界了不起的这个大圣人。啊！伊用的这方法叫做恶道，把你菩萨是善道，伊也是用恶道。你看这五七这咖喱啊，金灰呀、啊、咖喱，很爱呀、啊、咖喱。你会当去第一，你会对这来对真正醒悟回头，可能啊，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以前你家里的，这就是说明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问题是讲你会向你袂？未向你大方讲佛啦，《华严经》嘛，唔是啊，佛法啦。会向你呢，贪七七八啊，拢嘛是佛法。这个道理啊，未当讲唔知呀。佛法真正是究竟圆满啊，大圆满。啊，净土中的净是远离一切不现。你啊，即地得了清净。密宗的净，超过净土啊！伊啊是不舍，也净不离恶言的无相清净心，那、啊、所以成就啊，都比净宗高。啊，张家大师伊捌甲我讲这个代志啊，这种关心的人难呐、啊。哪讲你伫只内底，你甲因做伙，你暗着来贪嗔痴，你会对地狱啊。那因伫个贪嗔痴，伊无起心动念。又无分别执着啊！啊，伊是念经一如，性相不离。啊，迄是什么境界？咱也唔知影。人讲看到这境界，就批评伊啊，迄就做罪业咯。
哎呦，可以蒙三宝啊！所以密宗无中间的路线，这个是辛苦，这个是对地噶噶。啊，这个密的话爱恶不爱恶啊？不是现在，到什么时阵初地以上？这个初地以上是别教，原教是啊，初祖以上。我一句讲，什么时阵大天大我明心见性了后？为什么已经啊不起心啊不动念咯？无善恶啊，无念经啊，万法一如咯，会用的啊。那无到这个境界，你去试看卖啊，那就自罪业了。迷对无疑啊，这怎么能去试啊？没有试的啊！那念到的是密宗金刚的上师。啊，阮的交情是无同啊！啊，阮只修持的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都、就是啊，回一本。来，伊甲我讲，从今以后，啥无咯，密码无咯。呀，法是有啦，但是无人会去学咯。甲我讲，从今以后啊，真正成就啊，只有啊念佛生净土。下莲居老居士嘛是啊，显密圆融。啊！伊是念佛求生净土的，念老嘛是念佛求生净土的啊！表演互咱看，无修禅嘛无修密。啊！李炳南老居士嘛是同宗同教，也比圆融。晚年一句佛号。那因这也是我这一生的当中，亲身啊，真君给这贵为贤弟学啊，做出朋友好难看，我亲身看到了。阿弥后的啊，即招现身说法，我伫中国大师三年啊，关系非常密切。老师教导我是基本功啊。基本功是什么呢？都是概论啦。伊走去太早了，我讲我嘛是太慢啦。伊老大人走了后，我才啊醒悟过来。尊重戒律咯，伊老大人在世，跟我修戒律，我怀疑啊，
我自以为是，因为什么？戒律是生活的啊规范，生活规范古今无同，中外拢无同。啊，法定的这个生活规范是2500年前甲印度人定的啊。啊，咱学佛法是唔免去学因的生活方式啊。啊，所以对呀、啊，这个戒律啦是啊，未当去接受。老师对学生是完全啦了解，那、啊、知影讲我这个错误的观念啊，是真正严重，真歹转的啊。来用这个卡妙的方法，每摆拢甲我讲一句，戒律真重要啊！什么时阵讲我离开的时阵啦、啊，伊拢会送我来大门口，就会讲一句话。我听几十遍咯，老人往生咯。伊个黑化炉是啊，特别做个啊，做些小塔。我伫个黑化炉个边啊，搭只布棚，布棚是甘蔗瓦不搭个，有几个布棚，阮有十几个人。背叛大师，因大概是住七天，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只请三天的假。在布棚内底三天认真来反省，我对大师三年究竟伊教我什么呢？这就反省，第一个念头就起来了，就是戒律啦，真重要。我就认真去思维，为什么老和尚会讲这句话？想了两三礼拜，想通了。戒律啊是反省的分水岭，伊袂当戒啊，因为什么？超乎凡入性啊，毋是世间法啦、啊。世间法咱知影，三大类拢嘛有性格，都、就是啊有修订的。啊，国家宪法几几年啊？内底有几落条未适用咯，重新个修改啊，修宪了。概论是未当修的，那概论啊，一修就变成世间法。啊，伊是出世间法，出世间法必须得有这个基础。啊，无这个基础是袂当去超越这个世间啦。呀、啊，我甲这个理想通咯，我得真正认真的看戒律啊，才会知。老师啊，捌甲我讲，啊，修持戒律，你真正做了一条，你就得一条戒。跟我讲啊，佛法重实质，无咧重形式。那照形式来讲咧，弘一大师甲弘一大师拢讲啊真清楚。现在啊，无真正的 BQ 咯，啊，就是说明讲无人会当啊团结。啊，所以这团结是形式，啊，毋是实质。是只是安怎呢？我学了不杀生，真正做到不杀生，连啊伤害众生这个念头都拢无，这条戒律就对了。
那别人伤害我，我来有不好的念头，这就是不该。啊，那是有行为，那就更加害啊！那就是犯个真正重了。啊，所以啊，这真正体会到中国古人讲的“吃亏是福啊，忍让是福啊”。这是啊，业正常言，唔但讲未当万分，也都爱啊感恩。大恶啊，忍让先人呐、啊。那忍辱先人是用台死的，是个真惨吗？那一般世间人在讲，这哪会用你啊？人欺负人一定要抵抗。那为什么甘心情愿会台死呢？佛法内底是无讲，佛法内底啊无生死啊。那伊所伤害是这个心啦、啊，心不是我。啊，心是我所有的个三共款的。啊，明白这道理，伊讲我这心当作肉酱呢，那嘛是个看啦，亲像第几领衫啊，给伊扯个粉碎。这种心态来个看啊，什么是我？灵性即是我，灵性啊，成就了功德啊，临了波罗蜜啦。啊，下这个心是离苦啊，这个功德不是讲。很苦的人伊也是天道了，这个方式是给你上去天道了，你啊应该是欢喜才对啊，你哪有万分呢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，你哪一个万分个心不服心，好了完完相报啊，无完啦、啊，无了，迄麻烦就足大呀。那你永远记恨在心，常常想要报复啊，这都害了。那一念之差，一个对佛像啊去行，一个是行去地狱啊，三途行。那一念之差。啊，咱是要走去佛道上升咯，那伊杀害咱的这个罪减轻咯。啊，咱无怨恨伊啊，伊的罪减轻咯，伊会对地狱未会对，对伫地狱内底受的苦真少啊。啊，提婆达多伤害释迦牟尼佛，也好释迦佛，就着这个机缘来实现忍辱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智慧波罗蜜。我大家看到，我大家来学习。对不？但是虽然身心对于无间地狱，我跟人讲，伊也伫地狱内底生活，也甲伫个到离天的快乐是同款。伊唔是伫到离天，伊是伫无间地狱，但是无间地狱的受用。像像道理天同款，为什么啊？以成就佛的功德，
伊啊，跌落啊，伊也是恶意伤害佛的啊，伊啊对地啊，伊不得天顶啊。啊，这里是的是因业，这里是不因业，无共啊。这咱真清楚。啊，你恶意啊杀害，这个啊善人、圣人，你啊应该去对地讲的。但是你家己并唔知影讲你帮助伊啊提升。帮助呀，你若不落米万万咯，这个功德，你伫地间啊，应该来享受福报啊。那、啊、这才是真正公平啊！啊，那是你想啊，这人，这个人啊，有万分心，有不好心，啊，就叫做冤仇咯。啊，冤仇的地家家都会受苦啦。啊，所以这个清净如来，咱都爱有啊，别人伤害我，有好的所在，咱也清净。唔好的所在，咱就卖讲。哪个无讲，连心内对根本都无。看人善，不见世人恶啊，安就好咯。啊，伊做好事，咱就赞叹伊啊。现在做不善，过去做个善，赞叹过去。现在卖讲，这叫做称赞如来。啊，过去不善，现在善，赞叹现在，无讲过去。啊，用这个真正智慧。慈悲心，住宿台林节目呀，这个感怀的力量啊，真大啦！呀，慢慢啊，可以反省，伊这一生当中所遇到的这人呢，到最后啊，也知影讲你是一个真正的善人啦、啊。你对伊完全是好意，从来都无歹意。也伊也捌伊恶意对你，伊会生惭愧心吗？到知影事实的时阵，会忏悔生惭愧心。啊，有一款人嘛，知影，会唔通等将来。现在伊嘛知呀，也知呀安怎？因为爱民主，无愿意忏悔啊。这是什么呢？家己烦恼习气太重，知呀错唔敢认错啊。啊，这嘛是学佛真正严重的障碍。啊，发露忏悔，就是个罪忏毒。啊，这代志唔肯做啊，唔肯修这个功德啊，因为你真正呐发露忏悔。诶，带领真侪人啊反省，带领真侪众生发露忏悔，
这个功德啊就大咯。呀，最重要是要安怎甲一切这个下骨的这个大众做出来上介好的榜样。这是啊，真正积大功啊，累大德。啊，三家功修共用，特别都是对出家人，出家人无将事生产事业。啊，伊是生活伊所需减少到最低限度，就到袂当搁再少咯。为什么呢？别人容易甲你照顾啊，拢会尽心尽力来照顾你。啊，你若是有这个奢侈的这种享受，大家都不愿意照顾你啊！啊，照顾你是跟你过去是有缘分的。或者是欠债，伊来还债。你过去啊，对伊真好，伊来不温呢？这都是今仔你所讲的好法啦。好法那是有缘的人。为什么也何其理唔去何其义呢？个人有个人的缘分啊！啊，真正修行的人，就是普遍的接受大家这个供养啊！啊，供养啊，伊所要求的嘛是非常有限啊！那现前的佛教，那千万唔能记未记的印光法师，那来呀，以这位老人，做咱的啊，依止师，你人虽然无滴，印光大师专辑有滴。人家向人学，甲伊学都无错咯。伊也甲人讲，伫现前这个时代，建道场、修道场，主张唔通啊超过二十个人。啊，修行啊，都是啊，净土法门。净观其名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经教呢，以净宗啊、五经一论为主。啊，戒律呢？伊老大人特别的注重，太上感应篇，文昌帝君音质文，因故教育啊，啊注重儒家的伦常道德教育。啊，佛门的三规五戒是不是业多？这是老人特别的提倡的。咱只要把这几项物件学会好，今仔日的这个啊三宝弟子。
真正佛弟子。老和尚对咱来要求无悬啦，看咱家己的天分，有能力伊啊，开的都有一挂，遐个经论应该都爱看呀。嘛，唔是讲真多，哦，咱都有从门教下有一个认识。也那无能力，就是净土的经典啦、啊，是啊，专修一门就好。这五经一论只要是一门，一句好好念到底，决定啊是净土，这就成功。二十人的小道场用伊啊维持，特别是伫今仔日这个时代。啊，为什么道场是无生产的事业？道场那遐大，都爱靠信徒，来靠化缘，没安怎当办道呢？啊，办这个法会，出家人拢爱做杂七啊。在大会里面都要做义工啊，你要怎么修行？啊，那是什么？老烈的发挥啊，不是修行的发挥。啊，所以现在发挥场面愈大愈好，人愈多愈好，这拢嘛是甲运作教会相违背。哪个国家的政策嘛是相违背？啊，国家的政策是无。希望讲有真侪人啊，聚集做伙，这个该出题啊，也印光大师的这款的讲法呢，国家是非常欢迎。你头你只有二十个人，欢喜啊！因为主将啊，我这二十人小道场将来的这边就是往生了啊，伊那边的小道场嘛是二十个人，啊，念佛啊，唔免讲互相往来，唔免创什么啊，创老念啦，创这物件唔免啦。啊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大家拢成佛，这是偌好的啊！啊，国际上的活动，目的是要救。世界和海，化解冲突，促进族群的团结、宗教的团结，这个是会用你办的，一年一拜都有够了。也唔免办遐多，劳民伤财啊。嘛，无实际啊！这活动咱参加真多咯，咱对伊认识啊，真正啊深啊。
啊，最重要的就讲你这个道场二十个人，大家啊拢会往生，这成就了，这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在晋江叫做大道场啊，大道场往生的人多啊。啊，净宗往生就是正果啊。啊，往生的随相，好人看到失去真正的信心。啊，所以供养这个都要有智慧，能感情用事啊。今天的迫切需要的就是人才啊，我们来对各个宗派都欠人才啊。啊，中国原本是有十个宗，修行这两个宗，东条中叶以后啊，就衰了，到宋朝是无了。大乘的是八个宗，但是这个修行啊，这两个宗真重要，都讲了。无先学修行，后学大乘，恢复地主啊！啊，所以这两个宗派，清世宗跟古夏宗有恢复的必要。啊，修行会当对男团。伊迄边则个团结来，咱大乘团来去伊迄边去来做交换，真好啊！现在因拢会当接受咯。那、啊、中国传统的物件，无论我想四于八德。佮加着儒家道的这个内面因果的教育，那都有啊，世道人心的提升，都有社会安定啊和平，都有家庭幸福。拢有啊，作业才好啊。啊，钢筋够好，啊，利用科学技术，网络啦、卫星啦。是非常好的啊，工具，尽量利用这个。听众唔免自作会，伫家己的厝内学就好了。一个人学学好了，影响了规家，规家哪学？规家啊，影响邻里啊，行动，家家拢学。啊，佛法自古以来是无阻止，啊，彼此拢嘛是同参道友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啊，这是啊，偌好的社会啊，啊，和谐社会。这就会制造出
盛世千秋啊。咱也要努力向着这个方向啊！印光大师文钞是咱修行最高指导的原则。啊，老人啊，也是非常重视家庭教育。咱学会是一本书，天下太平是根本。对啊，文抄来对记录落来，你用就59条，每一段都非常精彩。啊，咱推广用这个做共用。这个书大量欢迎啊！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，马西亚非常好呀，一部书。啊，经过文钞用的物件分类呀，变做会文钞分量太大。无时间读这物件，读《精华录》。《精华录》会当去讲呀，会当学习。啊，伫正中，个也当作是正式的一部论典，三经一论。咱家这《精华录》看作印光大师的论。啊，天亲菩萨有啊，往生论，这净土论，啊，所以咱的物件分量无多，伫啊这时代非常的适当。啊，讲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，未讲有人反对。啊，只有无量寿经啊，高种的版本，也会当做起这个无量寿经学会。用啊，这高种的版本，个中立的注解，日本中世水光法师啊，收集了20多种的日本的无量寿经的古注，编做啊一套注。啊，个净土宗啊，发扬光大，这个物件将来会当伫佛学院内底讲。讲啊，愈清楚愈明白。啊，一般的大众对净宗的信心才生会起来，这个好代志。这个是功修共用啊，施加的忏悔啊业障，咱拢知影，家己业障啊真重，
过详细观察呢，因安尼分门的在动手，都一个业障啊，无当啊。业障障碍咱未当啊，其啊向上提升。有好几十年咯，也伫原地咧打波啊，已经无容易咯，都搬咧都搬替转啦，一年不如一年啊。这也是佛教的衰啊！佛教予人看到将来无前途，啊，咱啊，身为佛弟子，有责任，咱往生是躲避责任。这地特别灭亡的呐，求往生，求了世界，敢会欢迎难呢？啊，那对于挽救啊，佛教尽心尽力，那你往生，我相信大家拢会欢迎啊。啊！咱躲避责任的时阵，绝对未欢迎咱。你修国家好，阿弥陀未来接你。这什么？临动初心，心动初力呀、啊！哪会有啊？无负责任的 BQ， 无负责任的罗汉，无负责任的菩萨呢？这不可能的啊。啊，咱有一口气，就要尽一口气的责任。方法是有，佛教的经典在中国真正完毕啊。现在大量的欢迎，大众经未失传，怎样的修行方法无人提倡？大印做这物件无人咧讲，啊，亲像这份节录啊，这节录的人我唔知道是多几位节录噶真好啊，这本书《天下太平》就根本完全讲家教，会当开课啊，大学内都会当开课啊，地级论坛内都会当开课啊，会当做一个专题研究。功德无量无边，会当伫个电台内底广播，伫网络内底播放，对社会绝对是有好处啊！啊，初学讲经呢？伊对这所在落手，伊毋是经，讲经是较困难。这是啊，祖师的开始，这较好讲。啊，学讲经用这物件做基础，啊，讲文昌啊，地君音之文。讲太上感应篇，这呀早年我都有讲过几多遍咯。啊，讲了凡四训，
是唔知讲即个啊，单方无诶，我将乌龟龟诶，当阿姐都出来来讲下。啊，做人诶啊，根本有好个即基础啊，基础无稳，啊就学袂好个啊。基础都爱根深蒂固。有法啦，这会当恢复啊！要见那所有的毛病，都嘛是咱疏忽了根本啊！咱太浅薄了，未堪你啊去一点点啊，这个风波啊！啊，大风大应，这下都给你摧毁。啊，所以啊，扎根啊是非常的啊重要。今仔日咱就学到这地。